在家里。哦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和你在一起，啊！这封信是方佐带过来的，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给他看。绝对不能给他，因为他们俩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。是咱们石南也，这个贱人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害死他的父母，你还永远待在这个家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求求你别让我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给我走！不要，走不走？快点滚！走，还有脸待在这儿？滚！方佐，方佐，我求你了，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爱你，我求你别让我走，方佐，别让我走，我不搭理你，赶紧跟我走，方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让我走好不好？我真的很爱你，别让我走，我求你了，我一辈子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你这个杀人犯，方佐。妈，我想看一下那封信。烧了？什么？那封信给烧了？那是我的信，你凭什么烧了？因为你是我们的女儿。爸，那封信你们一定看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封信写了什么？他说别让你再去找他了，所以我就烧了。他全都知道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觉得我会骗你吗？忘了他吧。你要相信我，未来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是我方佐的太太，这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今生若你负我，我也对你不离不弃。他那能叫害死吗？您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？
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可以面对这样一个间接害死你父母的女人一辈子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母吗？ 不管怎么样，我跟他已经结婚了。荒唐！那以后每逢忌日，你让那个女人到底以什么身份给你父母亲磕头啊？是儿媳，还是罪人？她是我父母用命救下来的女孩。